穆寒雨，遇见你对我而言已经是最美好的事情了。我就是要把全世界最美好的东西都给你，让你更幸福更快乐。我第一次见你就无法自拔了，如果没有你，这游戏就不好玩了呀。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欺骗我？为什么要利用我？好，可以的。